大家摸摸我哋嘅前方啦，就係、是、香港賽馬會。大家成會唔會成日嚟呢度睇馬或者跑馬？會啊，你唔會啊？會定唔會啊？會。啊，因為我哋本身都會經常嚟喺度工作嘅，每逢星期三。賽馬會咧，其實佢裏面有一間香港賽馬博物館。咁大家如果星期六日啊，可以去行下睇下香港賽馬嘅歷史。其實賽馬係已經有百幾年嘅歷史喺香港，最多人話笑怕冇笑添。好啦，大家繼續睇下啦。有哥哥出場，我哋影張色友，色友去，色影色友去送俾你哋啦。你有冇張相啊？